要的东西我砍下来了。黑松露油心月饼，他们家的这个月饼非常贵，但是非常高级，高级大厨师，米其林星级大厨师。知名中国直播主疯狂小杨哥在直播间声嘶力竭，热情销售中秋月饼。这是香港的美食，他们是做高端月饼，里面有黑松露。口口声声说香港来的，疯狂小杨哥和他旗下各大主播直播间都在卖，有3盒99人民币及3盒169人民币两种组合，换成台币一盒约150到250元左右，在抖音30天狂卖超过5000万人民币，销量惊人。香港美食黑松露流心月饼，丝滑绵密的口感，而且还有那个黑松露的香气。对，看到没有？没有。好不 OK 吗？月饼看起来 OK， 但欺骗消费者就不 OK。 中港媒体陆续踢爆，号称来自香港的美城月饼原产地居然买不到，香港没门市，网购平台也查不到，产地根本是在广州和佛山。香港网友也说没听过这牌子，显然就是要蹭大品牌热度。经典口味在美心手中开展全新境界。香港美心月饼是许多人心中经典品牌，还曾找来港星郭富城、陈慧琳等大咖艺人拍广告。除了被蹭热度，市面上也出现仿冒品。月饼盒的 Magical 撕串了造衣，订货月饼的防伪标签和二维码，部分假货都有。使用手机应用程式扫描之后，网站会显示为假冒。混淆视听、仿冒正品，类似事件层出不穷，消费者可别被低廉价格冲昏头，购物时可得睁大眼睛。三立新闻柯雅涵报道。